讲解一个扎心情感文案玩法，单个作品变现五千，一分钟一条原创作品，流量爆炸，一部手机就可以凑到一个项目，项目实操啊，流量单个作品最高能泡到188万的播放，变现2000块，引流到私域的粉丝都不算，项目是一个长期的项目，只要玩法一直在升级，只是玩法一直在升级，给大家更新了最新的玩法，项目是完整的，没有二次收费，请放心观看学习。这是课程目录，包括项目的这个拆解介绍，多种超暴力的变现方式，一分钟做一条作品啊，不封号的引流姿势。这是下载之后整套教程，一共是4节视频课，包括这个实操，一共是4步多招，讲得非常清楚，还有项目的资料也是整理出来了，包括100多G的、300多G的，啊，都是免费给大家的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扎心情感文案玩法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